各位乡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议员李子昌。今天对于海巡署举办这个座谈会，我在这里首先要表示肯定跟欢迎之意。那所以借由今天的座谈会，能够听取大家的意见，身为民意代表，我们会表示非常的肯定跟欢迎，也希望借由这个座谈会里面，能够让政府跟渔民之间有什么宝贵的意见能够提出来，大家共同来商讨解决，创造渔民最大的权利。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